悬疑问答。师傅啊，一个菩萨的加持对一个人一世修成占多少的比例呢？师傅，这个问题，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对一个人的一世修成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一个人自己的啊，比方说愿力啊各方面，成全了他的40%，超脱六道。菩萨只要给他20%、10到20%，那么他就60%了，他就上去了呀。你说重要不重要了？虽然这个20%，对不对？你本身修得很好，你本身也就70%了。那么菩萨给你加持，你就到更高的天呀。所以这个加持总是有好处的呀。哎，师傅，你给我50%吧，师傅。那贪了，贪了。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